还有赖清德哈，5月28号不是跑到这个花莲去吗？然后在这里哈还甩开了媒体，跟顾立雄呢后来丢出了一张照片啊，首度跟我们的熊山飞弹合体，然后喊出战力很强啊。然后另外5月28号，这几乎都是同一个时间点了，下午3点钟。大陆4艘海警船，然后我们是这个4艘海巡4对4啊，这是5月的第9度。那在这个双方接近，其实就是对峙了嘛，不足100米，100米越来越近啊。所以厉将军，你看到一连串的军事相关的，你看到了什么？第一个，我先说明一下，我们自己这次称这个解放军叫军演，但解放军它不叫军演，它叫战备警巡。所以战备警巡跟军演是完全不同的日益的含义。演习来讲的话，比如说我先写好一套剧本，然后我按照这套剧本有一个假想敌，我们按照这个剧本来演练，然后检讨不足的地方。战备警巡就怎么样？大家看到那个警哈，它不是警察的意思，是警戒的意思。那巡是巡逻，然后什么样叫警戒巡逻呢？就在我们家院子里面叫巡逻。我自己你要知道，就是台海。它已经内海化了，因为我在我家我的这种地盘里面，我做警戒巡逻，看看有没有说外敌人进来啊，或者是有没有威胁我的东西啊，是要警戒，然后我在这边巡逻。所以大家注意到，它不是叫军演，以前它是叫演习嘛，这是它叫战备，用战备警巡。大家特别注意到这个警不是警察，不要误会了。第二个，我觉得美军这次来讲的话这完全的欺负我们台湾，欺负台湾，对 对, 对，还不只是冷淡，我跟你讲，欺负台湾，真的是欺负台湾。我讲这个时间点就知道，我先举一个例子，就是伊朗跟这个以色列来讲的话，我们前阵都看到他们两个互相在那边演那场这个军火大秀嘛，然后以色列攻击了伊朗的大使馆，然后伊朗要回击，他要这个面子，我要把这个面子要回来，我回击。那他有没有事先暗示一下，说以色列透过美国暗示以色列，我什么时候打，我打什么地方，让美军跟英国的军舰在那边实施拦截，然后不要造成重大伤亡，然后以后以色列第二次回击的时候也是要回面子，你看很轻轻的就打他一辆的指挥车。我觉得这次来讲，美国有没有情报？美国一定有情报，他早就有这个情报。那情报有没有分享给我们台湾？我觉得这次完全没有分享给我们台湾，完全没有。你看哈，我举两个例子，我具体的来讲，第一个雷根号他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离开横须贺，说要回美国去，对不对？做维修，然后华盛顿也是这时候过来，是还没到，对不对？他还在南美洲，要经过太平洋才能够到。他为什么选这个空档，然后让解放军来做这个战备警巡？他就说我避开嘛，那你在那边做战备警巡。那我们台湾有没有漏情报？我们台湾这个情报，美军知道，美军我不太相信说，以美国他卫星的侦察能力，他会没有看到说解放军在港口这些军舰啊，或这些武器啊，在做这个集结，在做运输。他影像情报他应该分析得很清楚，他应该有这方面。他有没有跟台湾讲？没有台湾讲。大家要知道哦，这次来讲，大家觉得说，520这个赖清德演讲，我们那天晚上还这边讲说，大家要把安全带绑好，明天可能就开始会有动作。就21号没有动作，22号没有动作，23号，你为什么耽误两天，知道吗？是，这耽误两天哈，其实非常非常的巧妙，就是说大家都放假了，因为警戒心松懈下来。你记不记得20号那天的时候，赖清德讲话的时候，空军还宣布说，我们所有空军人员全部管制休假，全部在营区里面待命。这个飞行员坐在跑道头上面，在战机上面飞行，准备待命。如果说这个解放军有任何动作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立刻实施反军。那部队要不要休假？他这两天战备，这个完全战备以后，发现第一天、第二天大陆没什么动静，那大家就开始休假了。大家休假，所以解放军选择在53号动手。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点选择也非常巧妙。然后美国来讲的话，这个时候刚好，我不是故意不帮你们台湾忙，实在是我这两艘军舰正在交接的时候，所以我还来不及。还来不及开过去，所以我觉得这次来讲，以美国的能力来讲，第一个就是说他的这个航母离得我们老远啊。对。那第二个，他 RC-135也没来啊。对。RC-135过去就3不5时就都来什么抵近侦察一下，这么重要的时候他不来。第三个，我觉得这位这个总编辑讲的很有道理，因为第七舰队大家知道嘛哈，跟这个台湾我们看到跟这个中华民国的近代史息息相关，对不对啊？以前被认为是这个保护台湾最忠实的这个好朋友，每当我们有危难的时候，一定会有他的存在。那你就算它存不存在，好歹发张图也可以远距声援一下嘛。
这次说实话，他知不知道有这场环台军演？一定知道啊，一定知道。对，那我的意思说，你就算是发一张图，什么做个样子摆拍一下，什么拿个望远镜看一下，从背后拍一下，都可以，就是远距声援，表达一下友情都可以。不但没有啊，发作瑜伽，你觉得这个很奇怪啊。比方说，假设的伟文，我的好朋友，你落难的时候，对不对？我不但没有声援你，还去发一张我去游泳，什么做瑜伽，那就是什么？就是我一点都不关心你啊，对不对？你落难干我什么事？就有点这种调调嘛。我觉得比不关心我们还更严重，他根本就不敢过来。他这个时候如果航母过来一下，会发生什么状况？会不会担心这个解放军解读错误？你要过来要开战，那你不用做瑜伽吧？你可以沉默啊。会不会有这种擦枪走火？虽然我很喜欢做瑜伽，但我总觉得这个时间点，不是太适合。我往好处想，说不定让瑜伽本身的就是摩斯密码。哦。另外我讲一下空军这个到台东去演习，这个其实代表也很严重，对吧？为什么到台东去？其实我们到台东的路线很多了。台东那边我也很熟，代表什么呢？其实台东哦，解放军不会在台东登陆，不会在那边登陆，因为台东登陆以后，你要过这个到台东，你要不然就经过这个我们所谓南回公路嘛，这些公路很容易被截断。那代表什么？代表说我们台东被围困了，你知道？就是我们部队到不了台东了，所以说我必须要用空投的。那台东重点在什么地方？台东重点在这个解放军会到这个台东地区来，它是主要是反介入跟拒止作战，就是挡你美军，所以我在东部海岸那边来讲，反制你美军不要到这边来。那我们台东有一些，就像是这个赖清德去的，就是这个熊山飞弹的海风大队的飞弹在那个地方，他要打的就是解放军的军舰。就如果说你到这边来挡住美军支援我的话，我就用熊风飞弹来对抗你。那解放军来讲的话，他很容易把你台东孤困，或者把你那几条路炸掉，你就过不去了嘛。台东我们都知道，现在还是南回公路，对不对？从中部来讲的话，大概南回公路已经断。等等，我问你啊，因为现在的作战模式哈，假设有那么一天台东都已经这个失守、围困的话，这个 C-13 洞过得去空投吗？这个如果说实在是那个话，还是要去空投啊，不然的话，制空权不是那些海风大队的官兵还是要吃饭的，对不对？你最起码丢些馒头下去给他们吧。人家现在都用无人机了，我们还、我们用C-13洞开老母鸡去、不丢红酒煮牛肉嘞。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形代表说，国军会做这个演练，代表说我们对台东地区的海风部队来讲的话，要对他支援，因为台东很容易。在解放军过不来了，他不会在这边登陆过不来。但是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会过不去，可能在第一时间南回或者南横公路就被切断了。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海风大队在那边的话，那你很多东西要运补啊，包括油料，你不能用台电的电了，对不对？打仗的时候你怎么用台电的电呢？那你一定要自己有这个雷达车，你自己要发电啊，或者是说官兵要吃饭啊，或者是说你一些弹药如果打完的话，我要补充啊，所以必须要用空投的方式。你可能铁运也 game over。但那时候可能空投吗 ？RC-135。那在最不得已的时候还是要吃。其实空投还是有可能的。我们有一些地方来讲，比如说这个花东纵谷地区，对不对哈？我们空军经常飞花东纵谷。因为两座山嘛，这个是海岸山脉，这样是中央山脉，在中间那边的话，这中间来讲等于走一个拱坑，走一个隧道的来讲的话，还是比较安全的。所以利用那个空中航道来讲的话，还空投机会还是有机会有可能。但是我特别讲，这已经是这个等于说万不得已的方法才会用到这个地步。所以大家要注意到哈，不要认为说是这次来讲反而会做这种空投演练，代表说我们花莲跟台东地区大概在那边本来准备要对解放军做海风大队，这个对解放军军舰做攻击的，已经在那边被围困住了。对，你还有没有能力？这个对解放军的军舰，这个熊山飞弹还有没有发射的机会？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斐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